原来她是项羽的妹妹。除了妹妹，风信子是项羽的另一个影子。风信子，你说卡斯加那个风信子？你绝对不要搞东子本花，不然就搬出去。难怪碰也不给人家碰，宝贝的要死。 风信子是项羽离别的礼物。当他送给卡斯的时候，他说这种花枯掉时还会再开第二次。你知不知道这种花？然后他想告诉卡斯的话就在里面。等他开第二次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。意外发生后，卡斯每天都在种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没有开过第二次。 这个谜题就像是项羽给他的最后讯息，卡斯一直都在寻找他。他一定很痛苦，一定很想知道项羽到底想跟他说什么。哦，对，卡斯托我把这个交给你，他祝你相亲顺利。 是卡斯帮你挑的土星项链，他说就像光环守护着土星一样。这次你去相亲，就算又被打枪，不要怕，他还是会听你的。这死小孩不是没钱吗？弄这干嘛？风信子的答案，我决定帮他找了。 希望他找到之后，可以快乐一点。拜托，谁会懂这些花花草草的东西啊？我平常最大的兴趣就是花艺、园艺，还有听听雨声带给我人生的寓意。如果你以后呢，再有关于花花草草或有机农作栽培的问题，都可以来我的天地、我的工作室来问我。我的工作室的门永远都是为你打开的。 我知道谁知道。喂，哎，会有事吗？对对对，你好，我是尚无双，我想要问一下，你们是有个会员唐先生，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最啰嗦那个，你可以给我他联络地址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。 哎，去哪里啊？不是相亲吗？相亲，再赶快去就好了。卡斯的事比较重要，好不好？拜拜。什么啊？这样就走了？哎，你还没买单呢！司机先生，麻烦带我到这个地址吧，快点，谢谢。 希望到唐先生那里，可以帮卡斯找到风信子的答案。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只缺一个给熬。 我看铁定是这里。像你这样优秀的女性，白领、骨干、精英，就是俗称的白骨精。但是在感情上一无所获，一片空白，呜呼哀哉。哦，哇，有股想要把耳朵充聋的感觉。这方法应该有用吧？ 应该有效，那个应该是他吧。
你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说要怎么忘，都忘不掉。我当然记得啊，在脸上的痛苦是可以忘掉的，可是心里的疼痛是没有办法抚平的。善小姐，真的很抱歉，之前的事情我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今天来是有事情要请教唐先生。哎，善小姐，你这句话就有瑕疵了。人当然是会有事才会想找另外一个人，如果没事，怎么会想找另外一个人呢？但如果真的没事硬要找，后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事的。一个人如果没有理由找另外一个人，你可不可以先听我说？哎，善小姐，你来我这边为什么要戴耳塞呢？这个是不重要了。不，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声音是大自然传递给我们最好的讯息。如果说在你跟声音中间已经有三瓣归管、鼓膜、耳膜，再加上中间又加了一张人造的面纸，你可不可以先闭嘴听我说？唐先生，我是来请教你，风信子如果枯萎的话，再开花有什么方法呢？哦，风信子哦。你真的想知道吗？我真的想知道。好，来，我这里有700多个洞，每一个洞里面要有一株花苗。花苗你可以用培养土把它装好，然后到墙角边那里有鸡屎肥料。然后我们这里有很多野狗，旁边有很多狗屎，你不要鸡屎狗屎傻傻分不清楚，拿错的话呢，花苗是长不出来的。你全部把它装满了，再来告诉我。我就告诉你风信子的答案，但是我是希望你是用手来直接接触土跟花苗，因为我的苗圃里没有工具。你刁难我？哦，不不不不，讲刁难好像是因为你揍过我，然后我要侠怨报复，我是在作弄你。什么啊你？我知道这种事是勉强不来的，除非你不想知道风信子的答案。哎，那我想应该很清楚了哦，我现在要在我的小屋等你。你全部处理完了再来告诉我，我要在我自己的床上铺上暖暖的毯子，拿着暖暖的热巧克力，好好的思考一下人生的哲理。哲理明明就是懒，我坐在床上想什么哲理啊。光阴交错在鹅卵石斜坡，现在一点多了，三点还有约，这么多，我这样做得完吗？对不起，算了，为卢卡斯拼了，拼了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取消好了，因为我约的人可能不会来。好的，谢谢。